挂车，再来一场好大团结。护工，等会儿关羽来了。关羽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哎，哼，没想到吧？哎，躲了一个二级，再冲一下，没死，还能跑掉吗？有他妈！再说，一诺细节大闪，队长好像又要发言了。他们去哪儿？他们去哪儿？团战就盯着这个鲁班斯哈，有闪现就开。对。哎，一诺觉得这个位置，一诺你是红方的，你怎么站蓝方的蓝 buff 的也接？他枪术极限翻盘，妙手铃铛复活，炮声编排在，能不能拆掉高地图？我们上一波，上一波，上三 buff。能说你自己闯进来的。智慧技出去，铃铛，他枪术停掉了，击穿盲点，停掉了，我一炮，没错，再一刀拼命线出不去，直接切掉关羽拆水晶。一定是自百分百的心情抢到自己进来哎呦哎呦自信啊自信啊这是在第几层了哪几层了本来看到了这里呢，可能需要我说一下，第二十八分钟，成都 AG 只剩下一座高地，这个时候 DYG 只需要做好兵线运营，温水煮青蛙，靠超级兵就能拿下比赛。就在这种关键时刻，艾斯的一个决策拯救了全队。这个中路中，本狼想往前冲，但是旁边是有人的，结果大战目前看到了天出来了，张医生被打死了，结果真慌了，把他干死了，没拿到药，把吊臂带走，自拿了双单，一波一波一波再跳一大招，直接团灭这 DYG， 一波极限破坏，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完位。好，兄弟们，我们这里注意一下两万分的猪到底有多细节。先用一手逐渐分出出口，从一手二技能二段等蓝领王出去，反手拿回来。回来吧你！老魏这一波不能断节奏啊，直接往塔里走了。跟下，哎，小花能爆杀吗？有一个普攻。哇，我以为吴魏已经走远了，永不放弃这样的希望。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你走得够远，你就能走得掉。前提你得有个大桥。诺曹操，马可是没红的。忠诚，美妙的谎言。马可是没红的。哎，马可转来一瞬间，直接被一诺给斩掉了。彭彭这里也被杀掉了，一诺一打反杀。正面战场，暖阳被三个人给激活，打出了一个复活。暖阳这里最终还是被千城给击杀了。但是敲气滚过来，还打掉了一条命，刀刀致命。这里不然是有名刀的伽罗跟李元芳对点，李元芳这里打掉了伽罗一条命，复活站起来再翻滚继续输出，自己也交掉了复活甲，原地被沉默，上期有名刀二连击破，站到了最后。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这段以来的一个习惯了，让 QI 去打纯野活。看到了，是看到这里蓝二技能开始转刀，猎杀开始，阿武的手里还有一个大招，打到头下去转，站起来全是慢刀，一v二秀起来了，二连击破，二杠零，全场经济最高九尾，他也拿了一个人，一旦让开，这一剑，马我有几成？九成，起来，啊啊，手滑了吧？